等这个轴往里面转的时候，如果手动能转得动的情况下，证明温度差不多，再等一等，让它转得更顺一点。开通完电的时候，开一下，开加热，然后这些灯就会有个数字显示，要等这些温度达到下面设置的温度的时候，才能开机。等它温度都加到位的时候，然后旋转一下这个轴，它会转起来很轻松，这个轴等我会洗掉，看它又不然粘上去了。然后旋转这个轴，它很顺的话就可以了。然后板是这样去放的，标签也是这样放上去的，抬下去。换标签，首先通电之后把这个插起来，它这个有对口的，要口对口插起来，插起来之后设备就通电了，然后开机的时候我们是按开，我们开加热，我们开启加热，等待这些温度到达下面设定的，达到绿色的温度再开机。放入产品，它会从上面跳下来，这块板这两个卡槽对比这个轴，这样的料板就装好了，然后放标签，就是这样，把板压下去，放进去，上来，这就放标签放好了。然后，贴标，把产品放进去，它贴了就好了。如果调这个左右的话，移动这两个位置，移动这个，它这个方向只能往里面转，不能往外转。调整的话，把产品往这边调整多一点点，固定，这边也一样，固定，然后启动，放置产品，它这边就调整过来了。这个装在这个位置，
然后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，这样装上去拧紧就好了，开始机。关于样品，然后掉到下面去。等温度加到的时候，需要调整一下这个高度，产品放进去，然后调整这个打开，调整它的一个高度，调到压到产品的时候为止，然后产品的在里面，这还是太松了，再压一点点，这有点在有点紧度就可以了，然后锁死它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两个位置你对准的时候稍微微调一下，这个转轴只能往里面转，调的差不多的时候锁紧，线对缘这边也是移过来，卡到产品时候锁紧，这就是好啦。然后放标签，放标签是交台板抬高，放住标签之后，这板是可移动的，抬高之后放好，你就可以操作界面。现在，等你这个轴转得很轻松的时候，而且确定这些温度都已经差不多，这个轴转得很轻松的时候，你再改一下主机点动，可以转的时候，然后开主机，它电就转起来了。然后你放入产品。它掉下来的时候，如果它这边比较多，产品需要停机之后，产品往这边来一点，之后。锁紧，对比一下圆度，那产品正好一个能放得进去就行了，然后可以启动，再测试一个产品。开主机，然后放入产品，它转轴不对，
二组漆，半组产品，它就可以贴好了。这个的下料时间是调整参数里面的成品下落时间，调高一点，调个100。操作界面，开主机，这个是急停，有什么问题按这个，之后我们可以再贴一个。它会出口机，如果它下落的时间不够的话，下落的距离跟时间不够的话，继续调整那里，或者调整这两个位置，这个气缸出来的这个位置，你可以松掉之后往外调一点，它的尺寸就大一点。